五花肉怎么做？肥而不腻。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，我提了2斤猪肉上你家交费你。老好吃了。首先，咱们准备隔壁王嫂给我送来的五花肉，给它改刀切成薄薄的大厚片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放姜片料酒去腥，煮出血沫，咱们给它捞出，洗净备用。起锅多烧油。 来点冰糖炒糖色，这个糖色是关键。冰糖熬制炒色，下入五花肉，翻炒至上色，放葱姜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，搞里头，炒出料香味，放生抽、蚝油，少许老抽调色。咱们一定要给它加入一罐啤酒，再加入开水没过肉，放盐、鸡精调味。老铁们，这个就是家庭版最简单的把子肉的教程，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，非常简单，非常详细。适合在家里边做。如果你也喜欢美食，给我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红标在这里，感谢大家。然后小火炖的7-7-49分钟，把子肉你需要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，肥而不腻。